靠欺壓啲老百姓，做埋啲陰質嘢，有咩
你要講 contribution， 咁我哋講自己對社會有咩 contribution 咯。學你話齋，最冇 contribution 嗰個就應該係死。嗱，我講先啦，我喺 PhD graduate 咗之後，就參與咗三種唔同嘅藥物研究，建立咗一個新嘅醫院管理 system， 改善醫療環境之餘，仲幫咗好多唔同嘅 patient。你呢呢班師奶平時$10都唔肯借俾啲街坊啊，憑乜嘢講 contribution 啊？唔爭在我都澄清下，又話爭取調節，你講得好啱啊！我哋嗰區條 MTR 開通啊，就要為我爭取翻嚟嘅。平時幫啲街坊搞移民、搞過關，過時過節上門探訪，呢啲唔叫貢獻咩？估唔到平時撲心撲命幫你哋揾 welfare， 到頭嚟竟然話翻你轉頭。仲有啊，姐，你所謂我呃翻嚟嘅錢，我公司啊每年幾乎一半都捐出去嘅，唔止慈善機構，就連你啲仔女啊，聽話去咩交流團啊，用咩 iPad 上堂嗰啲，分分鐘都唔夠。我哋根本就唔可以用同一個 probability 嚟決定。咁但係，咁我嗌落去最好。算啊，算罷啦。知府同小市民啊，不嬲都係咁噶啦。唉，講咩公平喎？都係啲有錢人玩嘅遊戲嚟嘅啫。係，仲可以點啊？
抽籤，我哋一係 vote 咯，一人一票，夠公平啦啩 ？vote 啊，好，咁我每人出1000萬，條件係大家唔使。喂，咁你真係咩事啊？好啊好啊，你有錢人啦，啱啱先話要抽籤，幾唔公平啊？你依家投票又想搞事，你到底想點啊？咁係，我係怕死啊！咁但係呢度邊一個唔怕死先得㗎？咁雖則就話我由細到大都見慣打打殺殺，但係依家真係唔同啦！我仲成頭家要照顧，我都有幾個仔女啊！咁我冇理由好似細個咁樣咁唔驚死啊！我本身諗住靠嚇保命，又冇用啦。咁其他人？冇理由俾嗰個八婆用幾個臭錢就收埋度啩？咁如果最後尾由7個人揀一個，邊6個人揀一個？咁我咪好危險。華妹，你出句聲啦！依個女人啊，想6000萬買起整條命啊！你覺得咁樣真冇問題咩？我不同意啊！我一直都強調要公平，我絕對接受唔到呢種行為咯。華太，唔到啦！喂，其他人咧？你咪仲同意啊？話同意，但係前提係我係可以俾錢買命嗰個咯。喂，你咁即係咩意思啊？哎呀，太，我同意你噶，1000萬喎、啊。點都比所謂的正義感重要啦啩？但係咧，我而家又唔係出得起錢嗰、那個。哇！原本7分1要死嘅機率啊，變6分1喎！哎呀，我驚有錢冇命享咋！哎呀，阿太我講過啦嘛，錢唔係真係咁有用嘅咋。時間已經冇多啦，咁我哋投唔投票啫？喂，想投嘅又係一句，唔想投嘅都係一句。呢個個唔講嘢真係咩事啊？咁都抌落佢一齊死啦，好唔好？嗱，不如我講先啦，我自己投票嘅。哇！真係虧你講得出呢啲咁嘅嘢喎！你又想講啲乜嘢啊？大家都咁認真咁樣諗緊，投票會唔會對自己有優勢？自己啊，會唔會俾人投出嚟？唔係。但係諗唔到咧，你真係諗都冇諗就講出嚟咯。不過睇嚟你智商咧係輸在起跑線嗰行。你再講先，我都係個鬼才。
之外，仲有冇人想煲？好苦惱㗎！你苦惱嘅係乜嘢啊？我想公平咁解決眼前呢個問題，但係大家都好似唔係咁諗，大家好似淨係識諗自己。但係你有冇諗過喺呢個情況下，大家將自己放喺最重要嘅位置，唔係好合理咩？你覺得有少少自保嘅諗法都唔得？我明白大家都唔想死，咁但係咁搞落去都處理。我都有自己想堅守的原則的。為了這份原則，你願意做些什麼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怕面對的。我想有原則的人結果 都不會太差吧。 Good for you。 我們不是誰說這個世界有你這種人，真是好。好啊，一啲都唔好啊！由细到大，我为咗权力、公平，已经受过无数咁多嘅苦噶啦。啲人，你啲人成日话噶嘛，话呢啲价值有几咁重要，劝人要善良、要正直。我明，我明，呢个世界根本都做唔到噶嘛。净系讲花学嘅时候啊，可以因为内向嘅性格，就无啦啦就俾人针对。翻工嘅時候啊，我因為冇關係就最辛苦、最低人工嘅嘢，咁呢個世界係咁黑暗噶啦，咁點解啊？點解總有人要勸人向善啊？佢啲咩捨身取義啫？明明到咗生死關頭，先係人性最黑暗嘅時刻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我最後賭多次啦，睇下呢個世界係咪就真係咁醜惡咯。咩方法都要攞出嚟用噶啦，所
你覺得呢度有人想死咩？唔想死，唯一嘅辦法就係踏出去。想當年學醫嘅時候，第一日上堂 ，professor 就同我哋講，醫生嘅職責就係救人。咁多年嚟，我有救過人，亦有放棄救人，但係而家。正正因為你的天職是救人，咁唔係更加應該在呢個情況下自救咩？你將目光放遠啲，過咗今日之後，你仲可以救千千萬萬個人喎。By the way， 你全部講中文未幾好。哎呀，你呢啲平時見慣打打殺殺嘅，又點會明白我一個師奶仔嘅感受啊？無論今日個結果係點啊，我個心啊都係好唔舒服啊！你扮完嘢你啫，阿嬸啊！你啱啱講嘢咪咁鬼大聲，一扮咩唔舒服啫？哎呀，所以咪話你唔明咯。雖然而家係啲危急情況。阿嬸啊，咩你咁心驚就要佢死啊？我話邊日錯過你啊？對我嚟講，無論幾心驚都好，都係自己條命仔最緊要啦。最多阿嬸我之後買多幾支旗仔當積蓄咯。再咁落去，我哋永遠都揾唔到方法揀人出去㗎。咁有咩諗法？唉，放棄啦！以呢個情況繼續拗落去，最終只會一個死局。嚇？唔係啩？真係冇其他方法咩？我講個故事啦。我哋 imagine 一下，有七個人俾人蒙眼蒙嘴，傾入咗一間房裡面。他們的手和腳全部都被人綁起了，所以動都動不了。而有人跟他們說，每過一分鐘，一粒子彈會以一個隨機的角度射出去，直至有至少一個人死。但是他們蒙住眼，根本不知道粒子彈怎麼飛過來，避都避不到。雖然情況看下去好像很 desperate， 但是其實有人偷偷地將一把刀仔放在每一個人的手心裡面，他們只要 utilize 那把刀 cut 開綁住了他們的繩，除下眼罩就可以成功生存。但是他們互相溝通不到，根本不知道每個人都有把刀仔。當然有部分人二話不說就利用把刀仔逃生，但是都有另一班人擔心用了把刀仔會不公平，生存了之後會被其他人算帳，所以一直不敢行動。問題來了，你們覺得最後有什麼人會死？最後五分鐘了，大家有什麼想法啊？我們投票吧。但是剛才你們是說的，投票完這幾分鐘之後，我都覺得投票最有效，我支持投票。我都覺得投票是最好的方法，我都支持。但是剛剛你們是最反對這件事的。哎呀，山，次次都是你在阿芝阿祖，即是你不煩我都嫌你煩。
又會咁啱都投我嘅，好啊！唉，你唔好再好啦，阿生。喂，真係冇時間啦，你快出去啦！明嘅，明嘅，明嘅。Anyways.